Max 的阿嘎老师。相信我们阿嘎老师已经用尽他最大的全力了，因为一个年近四十的人一整天都没有睡了啊，可想而知啊，这个体力还是有差的。不过呢，还是非常谢谢我们四位辛苦的评审老师，再给他们一点热切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